哎呦我去，这筋头是吧？哎呦我去，我先来一口吧，是不是？哎呦我去，颤颤巍巍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家伙！哎呀妈！干了一口筋啊！哎呦，这玩意太香了！这条脚，这筋啊，不冷不冷的。嗯，吃猪前就得吃咱家的腊八蒜，哎呦我去！下边有小黄车，喜欢吃的腊八蒜直接去拍就行了。嗯，小黄车腊八蒜直接去排，19.9发3罐。嗯，哇，哎呀，老香了！嗯，叫死玩意儿，整点半打已经没治了。不冷不冷的，还是金的。哎呦我去！太香了，家们这玩意儿。哎呀妈，这个大猪蹄子，够用啊！哎呀妈，这就给我占饱了。火鸡面啊，家人们啊！嗯，哇，黏黏糊糊啊！哎呦我去，真香啊！虾饼，嗯。这个回面啊，这位这个小黄车29我给你发23袋啊，嘎嘎好吃啊，宽面的，你就按照老弟这么煮，多煮一会儿啊，煮10分钟以上就这种效果，嘎嘎好吃。嗯，一袋不到1块钱左右，去拍去吧，老好吃了这面。哎呦我去！哇，真过瘾啊！